你刚才在吃啥？你是阿信阿妹不？啊啊！我以为没经验，找不到正常的工作了。我们先给你100万。100万？你的殡葬业当时就开始寡妇又红。这是咱头一遍要回，我准备回个什么？周一到周五晚间8点，华视频道《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》。